天，参与拍摄张信哲的《爱如潮水》、刘德华的《情人》、黎明的《夏日亲情》等歌曲 MV。 他除演艺事业外，还热衷慈善公益。2009年，他成立古天乐慈善基金会，先后在贵州等山区捐建105所学校。2018年，荣获第16届世界杰出华人奖。他工作23年来，拍了91部电影。2014到2016年期间，更是拍了19部电影，平均1.8个月一部。虽然很多作品评分只有5-6分，但从没有人黑他，甚至有网友调侃：“世界上能够黑他的只有太阳。”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他说：“孩子们需要我，我要努力挣钱。公益是纯粹的，有温度的人总。”